九香黄瓜钮，韭菜花，像咱那个黄瓜钮非常好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做的是九香黄瓜钮，来，这是三斤七两黄瓜钮啊，放上二两钱，这就可以上下拌一下，腌上两个小时就可以了。这个呢，放到这儿待用。这个叫九香黄瓜钱儿，过去铜钱儿那个意思啊，厚度半公分。多说40克盐，这是啊。盖上盖儿，这个腌鸡半小时至40分钟就行，加上黄瓜钮。啊，咱们是三个品种，这个活就是非常简单好上手，关键是现在这个黄瓜是真便宜啊，1.2块钱一斤，1.5块钱一斤，咱就算2块钱一斤，这个咱们也吃得起啊，不就做个早餐的小菜嘛，是吧？腌的口味呢哈，这个咸淡口呢可以根据咱们个人来定啊，条吗？6公分、8公分都可以。好了，黄瓜条腌2个小时，朋友们看一下，时间到啊，这个啊，让我用手啊压一压啊，这样压，搓一搓，看看出了多少水分哈。纯粹的黄瓜水，这些啊，再看这个黄瓜钱儿，俩手啊这么扣一块压一压，用力压一压呢，水分就出来了。看看，你要说黄瓜最贵的时候做这个可舍不得啊，你说这黄瓜水这么些，是不是？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啊，这三样啊必须都是这种手法。这个出水出的少，这个呢扔掉，看看多少。现在呢把这个黄瓜洗一下，黄瓜条必须洗一下啊，把这盐分往出洗一下。朋友们看啊，这块布大，通常呢就叫纱布啊，也可以叫就叫屉布子。这样，朋友们看，哎，把这个水分浸到最大努力。哎，往出挤，看看啊，又出了这些水。现在这黄瓜条入口就是这样了，来看一下，脆啊，梗啾啾的脆，要如果亮一点呢还会好。压一压，把水分压出去。好，这样就可以。朋友们，咱们看一下这个韭菜啊，现在韭菜也是非常便宜，2块钱一捆，一捆5斤都有啊。天都热，这个韭菜啊也不太好放啊。咱们呢赶着这个季节好，什么也便宜，腌点咸菜啊，上午腌，晚上吃，晚上腌，明天吃啊，这个非常好。你像正常的配比呢，一斤黄瓜配上它半斤韭菜啊，做出来以后呢就跟那个韭菜花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啊，吃的特别鲜。小米辣鲜的切成薄圈，和这个黄瓜条
韭菜末啊放在一块儿的，这个呢就是增加一个辣味的，少放上一点点姜啊，一点点多少，放两克姜，切成米粒状。好的，就这样。朋友们，咱现在看一下，别加水啊，加上盐，非常细腻啊，拌出来翡翠色，不用加味精啊，现在这样就行了。十个小时以后啊，咱们再看，把这个韭菜放里呢，加入适量的盐啊，不要很咸。按一斤韭菜呢，放40克盐就可以。哎，好了，汁水不要太多啊，也说韭菜不要放太多，这些就可以。韭菜倒出来，好，盖上盖，放到冰箱里，一天后再食用。朋友们，这回时间超了啊，20多个小时啊，一会儿我们看成品。接下来呢，给年轻的网友们做点简单的，和这能配上的啊，学名叫玉米面粥，苞米磨成的面，这是2两，3斤半水，但是呢熬3至5分钟啊，时间长点好喝，哎，就这么小火让它开吧就可以。来，朋友们再看啊，2个鸡蛋，哎，给它打散啊，这么看沾上蛋液了，我这边再蘸一下盐，看这老些盐，哎，好，抽打呢，里面再少加上一点水，1/2，哎，就这一杆水，哎，把馒头一切3片啊，这样挂上蛋液，往里一放，剩这点蛋液都给它放上。好了，就这样，盖上盖儿。哎，来，朋友们，咱看一下啊，这个好了。那个沫子不用往出打啊，这么撩两下就可以啊，这就熟了。4分钟，放到碗里啊，看一下干稀程度。食指它要凉了以后，这还成冻了呢，哎，比这要稠得多。再看这儿，哎，这也好了，也不用刷油啊，也不用刷油。看一下面，现在热透了，看看，哎。你这样的早餐10分钟吃到嘴儿啊，但是你得知道这个活怎么干，哎，就胜利了啊。今天呢咱们有这个黄瓜咸菜是吧，我们今天就要研究研究这个啊，怎么吃这个咸菜。看一下这个颜色，来，来个特写，哎，这是一种。再看一下这个切条的，是给大伙儿一个感觉是啥呢，有咬头的啊，这个呢是叫九香黄瓜钮，在这个专门卖这个酱咸菜那块有卖这个的啊，韭菜花酱的那个黄瓜钮非常好，搁上粥吃这小咸菜，把咸菜那个酒香味啊提的非常高啊，那种香味非常好，然后再来一块馒头啊，这个馒头呢非常软，这种如果你喜欢呢脆的，把这个馒头也要蘸一下水，放饼铛子里煎，油稍大一点的，煎出来脆，里面呢还软啊，都是活啊。今天呢咱们的小咸菜啊，再加上糊涂粥馒头片啊，就分享到这里，有什么需要呢
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